精心策划的表演，很多人会欣赏，觉得挺好的，但是也有人表示会难以接受。最近北京的一位大学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就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场露天的音乐告白秀，弹着吉他，有着伴奏，这场面别提多浪漫。但是不是所有浪漫的开始都会有一个浪漫的结局，当他心中的女神现身之后，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寒风中，北京一家高校的一名男生抱着吉他守候在女生宿舍楼下，旁边还有一女孩在敲鼓伴奏。鼓足了勇气，男生大声对心仪女生告白：中国校园英雄，你大腕，答应你的我都做到了。告白完，男孩深情款款地唱起了董小姐，旁边的闺蜜也卖力地敲鼓伴奏。在歌声里，男孩心仪的女孩终于出现了，不过她看起来并没有一点感动。你有完没了？有完没了？行屁，有完没了？我行行，没完没了？有完没了？吉他被摔得支离破碎，男孩也惊呆了，站着不知所措。那位伴奏的女生则抱着鼓跑得远远的。真是求爱有风险，告白需谨慎呢。估计这男生的心是哇凉哇凉。